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，便没有人民的一切。经过政治教育，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，都有了分配土地、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，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。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跑出去。在这儿没有我们穷苦人的活路。是啊，妈，咱们家不就只欠老贼一担租，就给抓进来了。阿婆，进了这南府，就只有死路一条啊。可跑出去，也是财主的天下，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啊。想求生路，只有跑，绝不能含冤忍气再受煎熬。南府里死去的姐妹有多少，努力流到几时还放下，抬起头正端着枷锁镣铐，一死也定要出出不黑牢。吴清华，总爷叫你呢，这回呀、你就别想再跑了，有你的好去处了。清华，他们这是要卖你呀、
刺花去，想找死，刺花去，走，快走。秦华，看吧，滚。在树上给我打，对，总爷到，怎么惊动总爷了？总爷抓住了，总爷，这个丫头是第几回逃跑了？第五回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。是。今这海洋岛上在闹红军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连一个小小的丫头都看不住，将来这椰林寨还不翻了天？是。宗爷，这个丫头也太扎手了，还是赶紧把她卖了算了。不，我今天要杀一儆百。是，把吴清华带过来。吴清华，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，你还跑不跑了？跑，打不死就跑。
但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？来，杨浩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打啊！再敢逃跑，这就是下场。这也是他自寻死路。只要大家服服帖帖，不再触犯家规，南猫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回府。
打死南霸天，打死南霸
爷们刀迫害，如刀扎我。这苦难深渊无路走，有一条解放大道就在眼前。冲出黑夜里，跨越三座山，迎着朝阳去，心跑无阻拦。红缨枪刀枪挥舞，天地变孤单岛，听到轰隆把阵翻，大土豪分天地，红旗招展，那里是崭新日月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吴清华。吴清华，我这儿有两个银毫子，你带着，路上用。
连长啊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乡亲们，同志们，我们根据地军民每天抓紧练兵，为的是什么？解放野战，扩大根据地，消灭南大军。对，我们要把练兵场当作战场，勇猛顽强，一往无前。刀枪凝聚阶级恨，同仇敌忾，打好分。开始操练。我们这些贫农女儿、渔家姐妹拿起刀枪成了战士，真叫人心里头高兴啊。战火中练出了英雄连队，妇女武装闹革命，开天辟地第一回，大好身杀将魁，勇猛无畏，坚持心爱人民，体贴入微。红云乡若不是你们来守卫，哪有这工农当家繁重欢腾大气卷风雷，根据地乡亲气胆美，娘子军恰似海南英雄树，铁杆翻破风雨难摧。军队，他乡亲。
啊。连长，我们军民一心，就无往不胜。连长，这回打南霸天给我们什么战斗任务啊？我们贫农会赤卫队做好一切准备，就等着下命令了。连长，下令了。具体战斗任务等长青同志回来再做决定，现在大家先分头讨论一下这一仗究竟怎么打法，人人献计献策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同志们，你们看这一仗是不是这么打？这是椰林寨，后面有座黑石山，是个车点，搁上一个牌，往下一冲，解决问题。不，强攻硬打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，这回我们来他个猛虎掏心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，这回要把椰林寨的姐姐姐妹全都解放出来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谁？女兵，这儿是红云乡吗？是啊，这儿就是红云乡。你们了，吴清华，恩人。不，我们是同志。他是我们连党代表，长青同志。党代表，这是我们娘子军连连长。连长，收下我吧，我也要当女兵啊！我们欢迎你呀、啊，清华，你看。这都是你的亲人，清华同志，同志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啊！来，喝口椰子水，路上走累了，先喝口水吧。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喝吧，喝吧。怎么，这一道道的鞭伤，南霸天是怎么折磨你的？清华，这都是你的阶级姐妹，和你一样，祖祖辈辈当牛做马，有什么苦，有什么恨，你就对大家说吧，说吧。
在草席把脚跟墙冲击，两眼望穿天和地，苦苦伶仃无所依。天马压在石头的筋骨磨碎，直不去，死不甘心做奴隶，不想老贼把头低，拼上最后一口气，找不到报仇的好时机。成凶无招张牙，多少乡亲压在铁山下，急切切盼解盼，一双双眼里闪火花，几刀枪是将他的摧垮，要救出千百个受苦受难的无情花，我军民岂怕那风云变化，定叫那椰林带春光灿烂到晚吴千华同志，我们批准你的要求，从今天起你就是娘子军连一名光荣的战士了。要记住，奴隶求解放，只有拿起枪，一颗红星跟着党，战火中再炼成钢。是。一笔笔写。
了位贵客。废物，不是跟你们说过，除了亲朋好友，外客一律不见。这位气派太大，小子不敢做主。走，我看看去。抽枪宽阔民团，为防暴乱。司空兄，南宫寿臣可不能扫兴啊。南宫，扩充民团捐款买枪，我是责无旁贷呀、啊。不过老兄要合力撑起这海南半壁天。总爷，来了位贵客洪长青。越来越不会办事，不是吩咐过？总爷，是光华橡胶光华橡胶公司。光华橡胶公司，这可是南洋华侨的大买卖呀。听说省府的要人和这家公司过从甚密，后台硬得很呐。只是来得突然。南宫，海南岛风雨飘摇，共产党神出鬼没，虚实莫测呀，干脆不见。好，请。请洪先生。朝横眉，四下看，花灯美酒，遮不住他的血迹斑斑。靠琴瑟制定好战斗方案，抓难机，选中了这老贼抽烟，带枪买天罗地网，刀不满入虎穴，长钢刀林群飞胆寒。午夜里鸣枪为号，里应外合刀回他匪徒战员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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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总，不送客来天外，搅扰你何福不安？椰林寨今晚天光彩，什么风吹得贵客来？十里春风来海外，新奉寿臣访高台。才归来便知南谋把寿宴摆，洪先生耳目灵通，消息快呀。途经椰村见民团挨户把寿礼派，登门拜贺，难道说有什么不应该？哪里哪里，您这样的贵人请都请不来呀。南团总，哎呀，这怎么敢当？莫非见外？愧领叫洪先生破费钱财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都是海南世家，我的老朋友。久闻贵公司大名，今日有缘结识洪先生，真是万分幸会呀、啊！长庆离乡日久，人地两生，还望多多关照。
洪先生太客气了。洪先生确实离乡日久，人地两生，海外归侨直达本岛都是从金鹰港上岸，洪先生却从耶村而来，这不是舍近求远了吗？归途中绕道广州再返本岛，请问不走这条路该走哪条路呢？是啊，从广州而来，此乃必经之路。是啊，不过野村临近红区，路上怕不大安全吧？哦，野村乃椰林寨之门户，听说南团总的民团独霸一方，怎么连椰村也不能确保安全了吗？这看来洪先生对我椰林寨倒是并不生疏啊。哼，出海不问风浪事，如何打得大鱼回？这么说洪先生来此必有所谓喽。实不相瞒，长清此来负有特殊使命。特殊使命？地公司你在海南创办一所大型橡胶园，投资银元100,000，愿借助南团总在政界军界的声望，同舟共济，一本万利，海内称雄。哎呀，洪先生，椰林寨地域广阔，南总也才势压重，二公携手合作，真是珠联璧合呀！贵客临门，当花报喜。常言说得好，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嘛，都是烧香人。这年头进了三宝殿，未见得都是来烧香的，对，说不定还有来拆庙的呢。南团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几位朋友胸不成福，心直口快，洪先生何必多虑呀？不然据我看，想来拆庙的还大有人在。大有人在，多得很。什么人？洪军。哼哼，只怕他不敢。我这椰林寨民团彪悍，防卫森严，真要有洪军共党大胆混入，我叫他插翅难飞。洪先生，你笑什么？笑你们已被红军吓破了胆。说什么民团彪悍，防卫森严，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外强中干。此话从何说起？请看，今日长清轻装简从登门造访，以使诸公坐立不安，如临大敌。倘若真是来了红军，那还不一触即溃，土崩瓦解？我公司自创业以来，上有远大之宗旨，下有坚韧之毅力，同仁齐心，众志成城，名扬四海，声震八方。好，此次开发海南橡胶园，有关当局大力支持，各界父老纷纷赞助，不料踏进南府竟遭冷遇，主人建议宾客喧嚣，谈虎色变，草木皆兵。看来这椰林寨地不是安全可靠之地，人并非合作共事之人，成大业脚下自有千条道，我何必非走南府这独木桥？南宗之辉，南谋闯荡半生，这份家业得来不易，不见真佛，我是不能烧香。洪先生，广东省政府手眼通天哪！洪先生，南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哼，长清仰天，微微笑，椰林寨度量前见识不高。
全是误会，以后在神僧面前还请洪先生多美言几句啊。是啊，洪先生，难道说不怕我前来拆庙？我有得罪洪先生，南某也有苦衷啊。似这样疑虑重重，怎能成交？常大爷就应该有胆略识行道，无虎风浪一剑挑。对，洪先生，一切包在南某身上。兄弟手下还有百十个弟兄，愿为洪先生效劳，文武相济，大事必成啊！洪先生放心好了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毫无反悔。好，我们既然选中这椰林寨，那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就这样谈妥了吧，洪先生。众王所归根基牢，宏图大展云路遥，且看明朝椰林寨万紫千红，分外不着了。连长就问有什么新情况。没有，完全按照预定方案，长青同志鸣枪为号，一起动手。好，小盘，你看从这儿过去那就是炮楼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送客。请请一见南八天怒火烧心间，老贼，我叫你尝尝仇恨的子弹。恕不远送。Thank you.
下地道跑吧，快！南头指挥。走起行士兵，当地里头弄吃烟，一门短缩迎出里搜出分一手南霸天。乡亲们，椰林寨解放了，穷苦人要翻身就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，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。毛主席，中国共产党，恭喜马鞍山椰林寨燕王殿，铁锁铜家，全砸开！铁锁铜家，全砸开！召回他第七天都高利贷，分两分地，三户财。是我们穷人的血和汗，是红军把它送回我们手中来。三山山，俺解放，俺了多少代，了多少代。南霸天的粮仓打开了，乡亲们快分粮食去啊，乡亲们给我分粮食去啊。快说南霸天呢？说大概从地道跑了。地道呢？不知道是谁先打了两枪，整个行动就提前了。这两枪是谁打的？报告，我打的。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这两枪没打准，我应该追上去再打一枪。清华同志，把枪给我啊！把枪给我。我。报告，清华同志开枪，我没拦住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拦住开枪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思想上要懂得如何掌握手中枪。党代表，清华同志。
产阶级，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。君好生唤醒了山火中成长起来，好根苗离不了一路灌溉，不负党教同仁要培定天理地动量才。长青同志，长青同志，哦，老班长，河边洗菜去呀？嗯。长青同志，我可要批评你了。要是一宿没睡，可得注意身体呀。干代表，小代表，您给评评理。快把医生给我。党代表，你给评评理，我们帮他补几件军衣，他就是不同意。我自己有两只手。那你们休息时候还教我们练枪、投弹、瞄准呢？是我应该的吗？党代表、连长，你们常说革命队伍里就要互相帮助，我们这么做不对吗？对，对。党代表，你这件军衣也该缝缝了。哎，这呀，一百个队。哎。哎，这可不对，这呀一百个对。等等等等，这帮小鬼呀，真拿他们没办法。长青同志，昨天的政治课战士们反应很强烈，你出的那个题目为谁扛枪为谁打仗，各班讨论的热火朝天。吴清华的情绪怎么样？思想上触动很大，他们班给他做了不少工作，我刚才叫人找他去了，打算再跟他谈谈。这个同志本质很好，我们应该多启发他。对，连长，长青同志昨天晚上在南霸天家里又翻出一箱子地契来。土地清算委员会有几个事儿等着你拿主意呢。好，我去去就来。还有郑阿婆又来打听她女儿小娥参军的事。那孩子还小啊。报告清华，来坐。坐嘛。给。怎么样，思想上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呀？我想通了，连长，打椰林寨我是犯了纪律，领导上批评我，同志们帮助我都是对的。连长，以后我再也不犯纪律了。那好啊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到底是为什么犯了纪律？连长，你知道我跟南霸天有两代的血海深仇吗？清华同志，我知道你有仇吧，你有恨。
就拿我们连队来说吧，小菊他爹因为还不起财主的阎王债，被逼得投河自尽。周英一家逃荒要饭，两个姐姐饿死在山村，还有我们党代表长青同志。长青同志他那更是苦大仇深。党代表生长在海原，家庭受尽了不需压着苦痛酸心，他的娘惨死在皮鞭下，十岁当童工，父子当海伦仇恨，伴随年纪长风浪中磨练出钢骨铁筋。就是想杀南霸天，报仇，报仇。现在呢？党代表。现在你是怎么想的呢？现在，我觉得原先那个想法不对了。清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。
我那张卖身契呀，他就像椰林斋后面那座黑石山一样，压了我整整的13年呐。为什么就凭这么一张纸，他们就能这样横行霸道呢？他们有县衙门，他们有印坝子，他们有政权。可是现在呢，还是这张纸，为什么就再也不顶事了呢？现在我们有了红军，我们有了中国共产党，我们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有了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革命路线，所以我们才能解放椰林寨，把这座黑石山砸个粉碎。清华同志，革命不但要靠勇敢，还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啊。你可曾认真想一想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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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这样的卖身契还有多少张，要让那天下工农全解放，怎能够光凭这一家仇恨，个人勇敢孤舟渡江，匹马单枪闹革命，靠的是阶级力量，跟着党枪万里征途放眼望，四海风云心内藏。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。这真理我们要时刻牢记，永不忘，心明眼亮不迷航啊啊啊啊啊！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。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。
当冲锋陷阵，为的是解放亿万守护人，只想着为自己报仇雪恨，算什么菩萨啊，娘子真。党代表跟你谈过了，跟我谈过了，想通了，对我的教育可大了。老班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革命。对，党代表、连长，我离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差得太远了，你们批评我吧，处分我吧。清华同志，认识了，改了就好嘛。清华同志，给。我保证一辈子跟着党，为无产阶级战斗到底。报告，营部命令，有紧急战斗任务，通知部队准备出发。是。国民党匪军伙同土豪民团正分路进犯我根据地，我主力部队要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。娘子军连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，留一个排坚持在红云岭一带阻击敌人。时间紧迫，马上行动，你带一个二排随主力插入敌后，三排随我去红云岭。长青同志，我去红云岭。不，还是我去吧。长青同志，连长，就这样决定了吧。长青同志，你的担子很重啊。放心吧，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们会很快赶上主力部队，和你们胜利会师。好，连长。连长，听说你们要走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阿婆，有紧急战斗任务，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这么说要打仗了。对，乡亲们，南霸天勾结国民党匪军，又想打回来。是吧，这个老贼他还想来变天。我们耶林寨的穷苦百姓刚刚翻了身，他又要让我们再做黑牢啊。党代表，你们要走了，我这心里头有好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。亲人呐，阿婆只有一个心愿，你们
把我这孩子也带了去，狠狠地打敌人。好，我们同意小儿参军，阿婆你放心吧。党代表韩热泪送亲人，奔赴前线才相聚永三林，千言万语用心间，要不是你们打开椰林寨，穷苦人那年那月才能出牢监，万川和两岸清解放，山也笑来水也欢，红军恩情深入海，阿婆我满心感激，饮水思源，送女八军在穷人家，从小受磨难，懂得努力苦，硬是翻山天，要为我工农打天下，天下不红你莫回还。长清同志，侍卫队请战上火线，枪林弹雨里军民肩并肩，敢闯千难踏万险，用生命保卫我红色政权。誓死马岱红军，乡亲们，我们一定要回来的。乡亲，情义重如山谷，我们勇向前，滔滔河水流不断，军民同心，心相连，胸怀如亲人，嘱托应勇赴战，集合出发。我们在这红军岭上整整战斗了一天了，敌人十一次冲锋全被我们打退了，同志们打得勇敢，打得顽强，现在我们的主力正大踏步向敌后挺进，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分钟，整个的战斗就多一分胜利。前线完成任务，长清同志，敌人集中火力向翠阵地发起猛攻，我马上去。清华同志，这个阵地由你负责，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要坚决守住。请组织上放心，山崩海啸我们顶得住，我们顶得住。好，各位，同志们抓紧时间擦拭武器，检查弹药。是。清华同志，子弹可不多了。报告，我这还有三发。我这还有两发。哎呀，我的子弹全打光了。敌人又要发起冲锋了。同志们，
我们这些当丫头做奴隶受苦受难的姐姐姐妹红军干什么？我们忘不了是怎么扭断锁链拿起了枪，我们懂得是为了什么来打仗，胜利永远是我们的。我们力量的源泉，鹰弹羽毛硝烟，炮火羽毛指与肩，子弹刀光用刀砍，枪破砸断有铁拳，满山岩石做炮弹，一枪横火。领刀尖，坚守阵地，杀敌立功，迎接党考验，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。看吧。敌人上来了，杀杀！全是一个劲儿，上来我找张牙，下去连滚带爬。同志们，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，主力部队现在已经插入敌后，党交给我们的阻击任务胜利完成了。现在我们要迅速撤下去，赶上主力部队。是。敌
敌人又要进攻了。党代表，你们先撤吧，我留下掩护。长青同志，我留下掩护。报告，我留下，我留下，我留下掩护。小李陈荣，报，你们两个跟我留下做掩护。是。习同志由清华老黄负责，立刻撤退。长青同志，清华同志，如果我们失去联系，你负责把他交给营党委。撤。长青同志，执行命令。是。撤。Thank you.
得多留几天。哦，你嫌我伤亡的还不够惨？吴营长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红云岭一战，我们总算抓住个洪长青了。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？你抓住个洪长青，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我看他就跟那红云岭一样，咱们在他面前休想前进一步。别着急，会有结果的。结果早就有了。我实话告诉你说吧，人家主力插过来了，把我们打了个七零八落，溃不成军。那现在走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哦，我还陪着你一块儿等死了。乔兵，立刻开拔。回头，你不能过河拆桥啊。什么？不识抬回头。滚吧，滚吧，你们这帮畜生。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红军压境似怒涛，飘摇落叶怎敌他，疯狂雨暴万威俱暴，基业绝处求生，就看这一招。总员，总员，红军过了红云岭了。你说什么？红军打过了红云岭了。红军岭。总员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我老四带领弟兄们保您杀出重围，我这万贯家财也能随身带走。那你可得快拿主意啊。慌什么？我们手里不是还有个洪长青吗？我要叫他低头，我要叫他投降，我要利用他挽回这个局面。总爷，软的硬的可都试过了，不好对付。蝼蚁尚且惜性命，生死关头无英雄。传我的话，大榕树下堆起干柴，准备钢刀火把把洪长青压出来。是。
可在我身旁？葛云天听见了娘子军战歌声响，陈锋里看见了红军大旗，凌空飘扬，井冈山光辉大道壮丽宽广，枪杆子比开窗，人来历史新篇章。这几天木库里嘈杂吵嚷，小顽皮垂死挣扎，枉费心肠大热血，营里命我无限欢唱，往东方一见那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刀影，心爱的毛主席，心爱的党，心爱的人民，我为你而生，为你而战，我为你闯刀山茶火海，壮志如钢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永远冲锋向前方，冲锋向前方。洪先生，叶林寨初次见面，我就非常敬佩你。现在我依然敬佩你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答应我一点点要求，我保你前程万里。哼，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需要你写一张痴心妄想。洪先生，你应该清楚目前的处境。目前的处境我很清楚，红军大兵压境，你们已经走投无路。别忘了，你是在我的手里，你逃不出人民的掌握之中。榕树下堆干柴，我叫你葬身烈火，为人民献生命，革命者死得其所。你们搞的那个武装暴动掀不起狂风暴雨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必取得最后胜利。当车不自量，冲动陌路碰出这一张
你妄想富裕来顽抗，你妄想入地把真藏，你妄想出门参兵将，你妄想宝山旧时光，睁开眼看看这革命红脸鹅滔天我写，叫你难逃覆灭下场，烧死他！同志，我们四处寻找，没有见到长青同志，只发现了他这顶帽子。你说什么？没有找到长青同志。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，长青同志，长青同志，为革命英勇的牺牲了。Thank you.
表，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，当牛做马的女奴隶，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前进中每一步都靠党培养。长青同志，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，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冲锋，在革命大道上，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，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。营党委决定，吴清华同志继任娘子军连党代表。接过红旗肩上扛，接过先烈手中枪，踏过英雄阻街道，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，放眼看天下风雷震八方，燎原烈火旺，轰隆起武装，是把那南八天北八天一切反动派统统来到